大夫，哎呀妈，你快给我看看，咋的了？这是？哎呀，跑肚了，上吐下泻的。这吃啥吃的？也没吃啥呀，中午就吃几个馅饼。拉倒吧，吃馅饼能吃这样？不是，那馅饼是上个星期剩的。哎呀，我给你开点治眼睛的药吧。哎，大夫，我坏肚子，你给我开治眼睛药干啥呀？那馅饼都坏了，你还吃？你眼睛有毛病吗？哎呀，大夫咋说话呢？我是告诉你，以后该吃的吃，不该吃的别吃。吃啥玩意儿，你得瞅明白你再吃，知道吗？那你是打针呢，还是吃药啊？哪个来的快呀？要是快，那还是打针来的快。那你就打针吧。但是打针可贵呀、啊。没事，你开吧。叫啥名啊？好人。哪个好啊？不是姓好的好啊。姓好的好是哪个好呢？姓好，哎呀，姓好的好咋写呢？姓好的不是姓好的好，这，哎呀，大夫，我有点憋不住了，你快点开吧，行吗？快点开，那我随便写了啊。行，好人啊，多大岁数了？30。你才30啊？啊，长得有点着急呀、啊。好人。30，性别啥呀？性别。大夫，你是不是应该开点药看看眼睛啊？要是老爷们儿，你看不出来呀、啊？我不得确认一下吗？男的，男的，确定是男的哈？男的，头孢你打不呢？头孢啥玩意儿啊？头孢是消炎药。哎呀，没打过，你开吧，快点。头孢。哎呀，打头孢可不能着急啊！不行了，大夫，我有点憋不住了，别开了。你先别着急，马上就完事儿。你着啥急？你挺一会儿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头孢不能喝酒啊！不喝酒，啤酒也不能喝，不喝，红酒也不能喝啊！哎呀，我连点酒我都不喝哈、啊。那我得给你开几天的呢？哎呀，开几天的？不是，你是大夫，你问我开几天的？我不为你想吗？哈，你这么说啊、哦，给你开5天的吧，怕用不了，还浪费那钱啊、哦；开1天的吧，还怕不够。你这么的吧，我给你开3天的，行不？你能不能快点？行，你快开吧。哎呀妈，开3天的啊、哦！哎呀，3天的头孢。哎呀。3天不行，大夫你别开了，我这不行了。哎，你先别着急，先坐，我憋不住了。你先别着，马上就完事儿，马上就完事儿啊！快点的，我求你，马上就完事儿了啊！哎呀妈，那个建议你啊，回家呀，多吃点香蕉，多喝点凉水，对你有好处。哎呀妈，你是什么大夫啊你啊？咋的？我坏肚子，你让我吃香蕉喝凉水啊？你懂啥呀？在医学上来讲，这叫以毒攻毒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你得把肚子里边那个毒逼出来，它才能好吗？你对不对？不是，大夫，你快点开完没有？马上完事儿，你先坐着，先别着急。你咋这么着急呢？马上就完事儿啊！我还有2味药，你先坐着，先坐着啊！再给你开2个药就完事儿啊！开点药，还开点什么药呢？看看跟他对症的药啊！哎呀，好使的，你先别着。行啊，也就开这些吧，开多了你也就给开这药回家嘛。哎找啥呢？哎，你找干啥？你能用了那些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磨叽的大夫。我今儿就是憋不住了，要不我一嘴巴子我都能踢死你，信不信？着啥急呀、啊、这是。哎呀，这小手真嫩呢，小手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下手重了。哎呀，哎呀妈，长那么漂亮，你说你下手那么重干啥呀？哎呀，这衣服穿的真显脸色儿。咱们多大了？18了。哎呀，18了。嗯，咱俩同岁呀。你也18？啊，我那18公岁。
贵姓啊？姓齐。哎呀，这姓好啊。嗯，跟孙悟空一家啊。你那意思我长得像猴呗？谁说你长得像猴了？那你说我跟孙悟空一家，不还是骂我是猴吗？不是，你姓齐，人孙悟空不还有一个名叫齐天大圣吗？那都是姓齐，你俩不一家子吗？你，你才跟猴一家呢。哎呀，来，干啥呀？我们医院在举行看病抽奖活动，你中奖了，再扎一。